每天每天站在忙来又无聊的路旁，等你向我走来。每天每天你只看见到你和你说话，才算有个开始。每天每天终于有一种学生的感觉了，谁懂啊。前两天跟头发打架，就是因为想弄一个这样的发型出来，但是我真的弄不出来，我吹不出来这种头发。恭喜我们中福的朋友们，恭喜大家。哎，咱们播间的学生中秋放假放到几号啊？谢谢不要吃鱼开通的会员，谢谢姐姐。谢谢，明年开学了。明天星期几啊？明天周二啊？完了，那明天开始我播间岂不是又要少好多人啊？又开学了，又看不了直播了。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又要掉了。直播间又要变成两三百个人了，完了，完了完了。哦，今天上班还被罚款了，今天的盈利都是负的。难受啊，难受啊，难受，有点难受啊。我是真的忘了今天主持，我忘了今天是四点到六点了，我还以为是晚上八点。怎么今天是周一呀？没事，明天肯定会记得的，这是血的教训。怎么换时间主持？因为那个选主持档的那个时间是根据你这个你前面这周排麦序来选择的。因为我上周排的时间很多，然后我这周选主持的那个，就我是第一个选的。对，我上周排了很久，排了很多个档。我没有加灯牌的可以加一下小灯牌啊，谢谢。我不是，对，急的在客厅转两圈，急死我了。我当时本来我本来以为是今天晚上八点钟啊，然后我下午四点钟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在化妆，我正准备就是出门去剪头发，结果管理就给我打个电话过来，说你主持到你忘时间了，啊，对，然后就错过了第一个档。烦死了！